就是我要感谢就是他们，就是我后面这些乐手，因为他们从我大大小小的演唱会呢，都跟着，就是好像我都是不会变，就是他们，就是这些很棒的乐手们，所以待会儿我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热烈的掌声。首先要介绍的是这位非常高大威猛的贝手阿达。
其实我觉得它代表了好多好多我的，就是 不仅是我的生活，还有很多你们的生活的旅程，就是我们成长的旅程。有一天我们应该就是会，我们应该都想朝着幸福的那个方向。所以今天我们想到这个东西，就是心情签，其实它代表了一些 不一样的心情，还是你现在的目前人生的一个阶段。所以呢，你们看到后面的这个它的背后有一个密码，不是密码，就 password。然后你可以上我的那个网站，你知道我网站叫什么吗 ？Facebook 的，没有人知道，难怪，因为呢，我的 Facebook 现在只有3000多个人，没有啦，就是之前经营的有11000多，后来就是搬家以后只有3000，所以我要加紧努力。反正就是你进我的 Facebook www.facebook.com/TanyaChuaOfficial 来，大家念www.facebook.com/TanyaChuaOfficial 怎么拼 ？OFFICIAL 好，对吗？好像对。你们就上这个东西，然后呢，有我跟我是你们的小天使，然后我是你们的小天使，然后跟着那个这次 Key to Happiness 的插画家，他叫郭本，我们就会帮你解答。他很像塔罗牌一样，就你抽到什么卡，你上去看一下，就你现在的人生的阶段在哪里，就是这样子吧，就一个小心意，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。然后呢，我在唱最后一首歌之前，我要感谢波本，我要，因为他是Key to Happiness 的插画家，然后我要感谢 MV 动画，还有今天的视觉的 Lily， 还有我要感谢香美馒头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今天有很多真的是友情赞助的朋友们。如果没有你们，我今天应该要付很多钱，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你们。我希望我的音乐可以带给你们很多很多的欢乐，但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。